你有没有觉得贺兰大人这样有点幼稚啊？一千年才吃一次醋，也很正常的。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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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。修医生早安。哎呀，不用叫我医生，叫修贤好了吗？ 今天我是第一个来到的，对吧？赵医生已经在楼上了。何勇，对，他来这么早干嘛？李琳达。对，李琳达。哈哈，李琳达。李太太，您看，李太太，叫我琳达就好了。好的，琳达。 您看，这是我给您推荐的几个整形方案，您选择一下。我就想要你这样的眼睛。那就是 C 方案的杏眼，这样的话，您的鼻子也可能需要做一下调整。您对鼻子有什么要求吗？就照你这样好吗？好的，之后我会给您发一份比较完整的调整方案。所以，李太太，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做一下手术呢？我说过了。 只能叫我琳达。好的，琳达，你有什么时候可以做手术呢？都可以啊，比如夜深人静。嗨，琳达，好久不见。修医生，你也在啊？嗯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一下，我有一个问题呢，想问一下我们宽勇医生。哎，你有没有吃过醋啊？没有。嗯，也是啊，你说我怎么跑过来问一块石头呢？ 我怎么样，他都不会吃醋的。这问题我应该问一下你啊，琳达小姐。准备什么时候过来做手术啊？请叫我李太太。哼，慢走不送。不用说什么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不客气。 修仙，你来了，贺兰大人。喝点水吧。您的眼镜做好了，我给您拿回来了，大人。 以后外出最好还是把眼镜戴上吧，以免您的眼睛被人类看到，误伤他们。修贤啊，嗯，还有件事，您说。关小姐她看到我的眼睛了，所以她现在身体可能不太舒服。那她现在，递一个苹果给我。 先给他送过去吧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坐。哦，晚一点再给他送。不是着急要给他送过去吗？让他再吃点苦头。